苦海中偏等着你那旧时的模样，一回头发现早已踏出了红尘。行了，你别唱了，过来帮我摆盘子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？跟我说，兄弟帮你分担。我问你，一瓶可乐，你使劲的摇它，要怎么做，可乐才不会喷出来？啊？这不是崔大小姐吗？你的那些英语题啊、数学题啊都做完了吗？怎么就来这吃吃喝喝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别惹我。你知道夏氏今天去哪了吗？我告诉你吧，崔真言，夏氏今天放学之后啊，直接去了医院，给叶桑宇补习功课去了。那又怎样？怎样？当然是有说有笑，气氛相当的融洽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莫非你也去医院了？你自己心情不好，你就来刺激我呀？不好意思，你找错人了。我看到你心情不好，我就开心了。那你说什么人啊？别理他，我们走。不，就要回归他。李昌河，过来吃饭。你们谁呀？是我们包房。人家林沙河还没说话呢，你发什么言啊？没事儿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我们就在这儿吃。走。行吧，我去拿几份餐具。来，走。嗯。嗯。给你点了一首你偶像的歌，叫《我不配》。我最爱的一首是《你好毒》。林昌河，过来吃饭。崔大小姐，请。你也请。嗯。